意大利哦，有啊，卡派，巴黎。现在讲应该讲巴黎，可是就时代不一样吧。现在这个时候，小朋友你要学这个已经不简单了。那对这种文化也有兴趣的，也很不容易。所以用爱的教育嘛。我们以前不一样啊，以前不对就按教不会。假给啊！真的啊，以前我们在学就是比较 freestyle， 教的那种老师都比较严一点，因为他毕竟教你就是要把他的功夫给你嘛，那你就是要学好。对啊，你今天你又 get 哄哄，那当然是按就骂了。那现在小朋友不一样，现在小朋友网络这么发达，他玩电脑游戏就好了，他何必出来跟你这样子学这些，对不对？那也刚好就是因为是我们的下一代，那他对这个东西也是耳濡目染，从小他就接触到，所以现在的小朋友会想来学，或者是接受这个文化已经不简单，所以我们教的方式可能就是比较用偏于爱的教育。你就是教把最好的教给他嘛，那他自己去吸收，跟我们以前一样嘛。我今天教你，你不一定你就是很厉害，或者是说你就很会请或者怎样等等，这不是，这是经验。我今天教你最基本的，那你再去练习，那你再去揣摩，那再去看人家怎么请，然后去纠正自己的动作，才可以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我后悔。我还没睡。爬班哦，爬班哦。没有啊，昨天上班，昨天去赚钱啊，也不敢睡，因为一年就一次。这是重点，一年就一次。那平常像每年往年我都是没有过来过炉啊，因为我有时候前几年几乎没有断过吧，就种卤煮啊，种卤煮吧。所以就是要准备一些东西，所以也没有什么跨年啊，跨年就是神明跟我跨，真的，跨年就是神明跟我跨，然后隔天就迎接神明，迎接这些师兄弟。那每年的元旦就是这样过，这样感觉不错，神明陪你过。对啊，都是神明陪我过啊。啊，今年比较特别，什么都没有中，轻松多了。神明要让你放一次假。还是，不管每年都这样子，我真的是我也好累啊。咱出门拄着落雨的机会有大吗？不大，不一定，几率也很小，那个几率很小啊。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下雨，下一下，等下就没雨了。等下雨一来的时候，它就没雨了。
什么、啊？这么。请问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民国109年1月1号。有假有点心虚。请问今天什么日子？临安社过炉的日子。显示元旦。你答对了，耶、yeah, ，得一分。妈烂东西。请问过炉是什么意思？就要去卤煮家过炉。这么简单？对。请问你会想跑到住吗？不要。为什么不要？没有，因为我要跟那个2018年一样啊。考试要考100分。对，考试要考100分。不要脸的，我没考到。我想你们要跑到住。要。今天有没有中？没有。你看我们大家都要跑到住，为什么你不刮？那刮。因为他不想花钱。他不想花钱，这不是花钱。他刚才说刮。他后来又要刮了，为什么刮？就刮啊！啊，你觉得楼柱是什么？楼柱，我最后是保平安的生意啊，就请回家吧。所以跟去年当然不一样。对，全不一样，我长大了。来，有自信说一次，我长大了。我长大了。再讲一次，我长大了。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马川石球哎，进去一起来过炉对过炉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因为它是年历啊，就是总会每个会都会刮炉柱，所以刮炉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吧？对，而且就会从年底开心到年初，就是一直以来的形式不断。觉得哇，穿石球哎，进去一起来过炉对过炉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因为它是年历啊，就是总会每个会都会刮炉柱，所以刮炉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吧？对，而且嘛，就会从年底开心到年初，就是一直以来就形式不断。那你觉得这几年来啊，你们觉得哪边过炉比较有人情味？但是我家，他自己家，我家。赢到贵了，赢到贵了，加把费哦。哦，就而且全家都出动，姑姑吗？还是谁？对，姑姑阿妈、姑姑、叔叔都来帮忙。我们在山里面吃把费。生意有钱
其实对我而言是什么意义？第一是我们延续着以前一直有的老一辈叫桂桃，过炉叫过桶，那我们一直延续着所谓的炉主的引请炉主去炉主家炉主家的这个风俗，包含陶给啊。那其实因为我们的年历一年不多，那借这个机会其实也是让我们很久没有出来活动的想象出来外面走走，老了不会啊，所以现在有年轻人是好的，我是说要把他们教会，这是差别。就是今天要确定，就是说要分配角色，就是150周年，我们要演戏，是是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演过戏。哎，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熟能生巧，紧张是难免一定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够熟的话，应该是还好。我觉得反而肾上腺素会激发，所以可能会更兴奋。我觉得。来吃三响，呵，好厉害，这样就叫灵活。你真的没有看过什么叫戏剧？我大学一年级那样巅峰，没有，自己讲自己讲，一切都正常。这段可以剪吗？摸着你的良心。We had it all. We
本来今年预计是今年城隍庙200周年，哦，那我们要跟我们兄弟社高雄林安社，哦，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压阵的一个活动嘛，哦，就来拜林安社抢高雄林安社，在5月13一起亮相，哦，那今年就因为疫情就城隍庙取消了，哦，这个绕境的活动。那我们本来是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会跨喜跨大寒生日农历10月初1的前夕，哦，我们来举办一个绕境活动。啊，当然我们也会邀请高雄林安社跟我们有交配的一些宣社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如果你今年还是要赢的话，可能在规模上，哦，可能政府会希望你不要那么庞大。哦，那可能就是有的社团可以来，有的社团不能来，这样到时候会摆不平。所以我们就把绕境活动延续到明年再来举办。哦，那今年就先连北关子弟戏还有一朝教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做的准备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哦，那都有请宜兰的小天老师来教北管戏，哦，那也有教后场戏曲后场 的朱作明老师，哦，来教我们那个北管的那个裸构的部分，哦，那每个礼拜天早上都有固定在排练，那就是为了这个北管子弟戏的这个部分，哦，那我们预计就是在农历的10月1号之前，我们会在永乐广场，哦，那边搭台来演出，就是先板身，哦，然后搁架椅，哦，那现在就是如火如荼的在做一个排练，哦，啊，另外我们现在在规划一朝教的科仪的部分，哦，那科仪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年也蛮特别的，哦，那我们有认抖手的这个活动，哦，那我们就是冠里有红塞的这个神尊，哦，就欢迎大家来认说你要哪一个神明的一个抖手，哦，那来一起来就是参与这个10年1次的一个做酒。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蛮特别，就是我们今年还有一个老照片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我们是选择在迪化街的一些商家来合作，哦，那这些商家就是有提供一些场地，哦，那我们把一些林安社相关的老照片素材，哦，还有当然一些文物，哦，在这五个展间展示。那会在7月4号，就是农历5月14霞海城隍圣诞地当，哦，让来举办一个开幕活动，哦，那一天刚好就是我们早上在冠里摆亭庆祝，啊，庆祝完之后1:30在那边就是做一个开展的一个仪式。这一次我们的老照片展览发现一张蛮特别的一个老照片，就是民国53年台北林安社下高雄，那时候高雄的霞海城隍庙还不是现在的样子，后面是写台北会馆。为什么叫台北会馆？因为他们是台北的同乡到高雄，哦，盖了霞海城隍庙，然后来组了高雄林安社，哦，啊，那时候的老照片就是我们的气牙不牙老咒也有下去，哦，那时候他们已经有文武判跟霞环女将军，所以是六尊神将排在一起，就是中间是高雄林安社的文武判官，哦，那再来自我们的霞环女将军，最外面是他们的霞环女将军，哦，啊，那因为现在时空的关系，目前他们的文武判官跟霞环女将军是供奉在霞海城隍庙，但是就是可能还没办法请出来，所以今天蛮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也跟我们台北一样，在雕刻了一对所谓的行咒，哦，笑脸的对啊啦，笑脸的气啊贵啦，好，哦，啊，那协商之后，就是他们选择在这个天底冠呢，这个哥哥的馆阁里面来做一个气啊贵啊的一个开光，哦，那这个有象征就是传承的意义，哦，啊，咱得勾扎嘞，哦，咱神将第一次开光之后要出门，基本上要有前辈来走在前面带领他第一次出门，这样以后绕境他才有办法就是
能够栽楼啦，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啦，好，那像我们的笑脸咒是在130周年的时候开光的，好，那一年我们是选择在端午节的时候开光，好，那就是农历5月5号，所以明天是我们笑脸咒20岁的生日，哦，对哦，时间过得很快，好，哦，那一年的暗榜很特别，是我们老咒走前面，笑脸咒走后面，哦，因为那一次是他第一次出门。哦，那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仪式，就是我们要去霞海城隍庙，哦，我们会带着高雄临安社的笑脸咒去来被他展开他第一次的绕境的旅程，这样，哦，啊，这是有这个传承的意涵。太难了，为什么？奇怪是心咒爱好一节发挥，所以今天跳特别卖力。今天很热，39度，这个月最高温，很爽，很久没有紧到我。可是可到你想要其他笑脸咒，因为高雄林和其他笑脸咒，好，很特别，今天步伐很特别。好，因为久没请了，什么步伐都走得出来，随便走随便走。所以是在家里练功的意思，对不对？没有，因为武汉疫情了，就快整半年都没有出了。今天可以动一动，很高兴。所以啊，解封。对，今天所有的脚步都是高兴的脚步，高兴怎么踩就怎么踩。我慢后面，有在干嘛？我很慢，我不标准啊，我还在学。以前到现在就是很喜欢大家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可是最近就是因为疫情，对啊，很多大厂都死掉了，没办法。出来这样子其实是开心的。对对对啊，就算今天要上班也是硬要排假。高雄市霞海城隍庙呢，那一边的那个临安社呢，坦白说活动比较少，不像我们这边的台北临安社活动这么多。那这两三年呢，大家一起动，哎，好不容易真的，又把活动整个再重新来过。
平安社陈周秀水社长吼，啊，咱高雄义安社吼杨社长吼，率领台北甲高雄义安社全体吼来叫五祝下海成功老爷大台200周年吼，啊，咱今日来台北义安社甲下高雄义安社吼，咱来台北下海成功庙咱庆祝成功老爷大台200周年吼，啊，来由两位社长吼来率领全体向咱台北海岸城隍老爷五谷李判官谢万里将军及众神，吼，一拜，再拜，三拜，来一香，来，好来，咱双手合十，吼，来，好来，咱再一次向台北海岸城隍庙，吼，海岸城隍老爷五谷李判官谢万里将军及众神，吼，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好，李晨，好，圆满，好，来，咱社长，两位社长，阿哥洪文杰，咱台北林安社跟高雄林社林安社有准备一份非常礼轻情意重的纪念品。也生日快乐！对，就是虽然有疫情，可是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啊，像我们用艺文活动，你看是用摄影展啊，然后你看还是有北馆的声响，其实大家就是那个回忆就会回来了，所以期待哈，这两年啊哈，明年啊，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了。就是说，不是只是同温层，就是说更多的人，年轻人、小朋友更知道这些我们传统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这个，太棒了。感谢状，哎呀！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你的帽子上面那种可爱的文字啊？你看，你看那个写什么？写什么？这个是秘密，林安社神将会，这是之后哦，之后会登场的，被你发现我们的秘密了。今天只有主持人有，今天只有主持人有自备专案，150周年哦，150周年的绕境，刚好延期到明年，延期到明年之后，我们就有更多的能量，要再开发出更多让人惊艳的，不管是帽子啊，或者是其他的文创啊，甚至衣服，可能也在进行之中、欸。所以明年可能有焕然一新的。可是我跟你讲，这个帽子很好看呢、欸。这个帽子很好看，可是是非卖品呢、欸，非卖品。当然啊，有一些装备啊，就是你要加入我们林安社。你看我今天穿的，我今天特别哈，特别，你看，今年无硬嘛，无硬，我们神将脚实在是脚很痒，有没有？刚好今天有这个。找这个影像展开幕的主持的机会，一定要把我们这个神将脚的红裤哈、再穿出来秀一下，就符合今天这个影像记录展的风格。老宣社当然就是要新旧交融啊，我们是注入一股心血。你看，其实很少老宣社有的，如果没有心血加入，有的好多都不见了呢。那林安社为什么有办法在150周年还办了这么多的活动？当然就是有一些心血不断的加入啊！你看这个纪录片哦，那个动画有没有结尾的动画做得很好看？这就是心血加入。还有这次画了很多啊！你看这个感谢状的底不是白的呢，你看这么多北馆的元素，还有我们林安社这个 logo 都是新设计的啊！如果没有心血加入，怎么可能会有这些东西出现？
感谢大家安尼，今日安尼这个宝贵的时间来安尼，阮这个场所安尼，甲阮参观。今日啊，就希望大家来以后多多爱护阮宁安社。阮宁安社吼，一个是小小的一个烟社尔，但是阮会尽力拍拼，拍拼后伊讲吼，阮宁安社有足多安尼，阮的团体。甲阮的副社长，今日若无因，嘛无阮宁安社的存在。今日若无阮遮的少年辈来一直提供阮遮的老的，事实讲来，阮遮的老嘛无法度啦。啊，所以我也足感谢，敢若陈文文，予阮安尼有这个机会来安尼为阮遮的城隍爷、老爷来服务，嘛足感谢阮宁安社所有团体。一定员来帮忙，来到支持，足感谢的。十二万分感谢恁大家，今日会当来观摩阮的展览，谢谢谢谢谢谢。来到这里四十年了，那一年我四十岁了，我来三十年了，所以这些年我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个人都给我们加把劲，但是我们很糟糕，怎么会碰到这个疫情？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这一次你的展览看起来安来景英，你心里要乘以五或者乘以五十，你要看有多少的人来看过，比你当年也在楼顶在行，所以这几年来哈，庙会啦应该是都用赢出去的，今麦不是这个人吸入来，哎，安尼才会紧啦，啊，干那叫我行出去让你看，不如你来看我，啊，所以在网络啦各方面啦，我们的临安社这个字，我都要给聊，哦，光是那个 mark 就成功了。这是我们宁安社的办公室，不暂时的办公室。我去年进入的，然后他们在介绍宁安社。宁安社就是一个八大玄社的最老的，这边打造成。啊，我是学小抄大抄，没有学很久，就是希望还可以学到铜鼓啊、编鼓。对，已经今年150周年了，然后文献跟一些展品、展览品很多，以前的旗子啊，很多很多很多，重点是气氛很好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大龙区的一个基层艺文活动，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念念大道城城隍生日200趴，哦，就是结合我们城隍老爷渡台200周年，哦，特别举办的一个活动。这种宣社文化、义正文化，其实是在我们大龙区是以前曾经有这个蓬勃发展，哦，但是因为说是现在受到工商事业的一些影响，哦，民众的意识、自由意识也都提高。
比如说只要我们办一些绕境，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交通阻塞，或者是说环境的污染，民众就会来抗议。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来努力的地方。尤其像台北林安社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这在北台湾应该算是最早的一个宣社，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让它这慢慢的消失不见，那是很可惜的。所以说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宣社文化能够再次的发扬，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我觉得啦，他们其实就是长久下来，大家对于绕境这个文化已经贴上负面的标签。现在我们其实平安社一直在做的一个重点，突破同温层，突破警刑厅。我们宣社大同区的宣社应该是要有国家音乐厅的水准，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说给他老累啦，宣社其他的就是感觉就是警刑厅的 level 嘛，你就只是给他老累而已啊。像平安社我们这几年做的就是有演戏，有办很多活动，摄影展，就是往艺术的层面去拉高，然后让我觉得是可以跟庙一起合作，然后就是做很多，不止绕境是一个主轴，但是很多其他像这种周边艺术的活动，变成说把它提升一个层次感。我跟你讲，你没有走过139，我人生第一次走是走139周年的社庆，那时候我是五尊小龙，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绕境，然后绕到什么都可以不要，然后想只想坐在马路上休息，因为真的走得很长。然后后来的绕境就会变成是北馆，然后北馆的绕境跟九尾小龙比较不一样，然后北馆绕境就是吹唢呐就会比较容易累，然后又要呼吸又要调节，可是真的是很开心，就可以跟一起学这一群朋友，然后一起出阵，而且又是自己的社团，所以意义真的非凡，所以其实我也是蛮爱的，只是每年的机会就那几次，所以大家都格外特别珍惜，所以大家都很用力。然后其实大家每次那个很用力，然后到最后很拼，然后觉得很崩溃，然后到最后回去灌脸，然后其实是超开心的，然后就会想说哦，怎么一个又结束了，然后下一个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我觉得很骄傲可以在林安社，然后刚好放到150周年，这是真的。然后当然会希望未来持续的可以跟社里面配合，然后让社里面越来越好，然后走向200。真的，我觉得要碰到100或150，那真的就是命中注定，就是很难的事情，对吧？